我哋香港唔可以净系得5% 基督徒，我哋一齐向住呢个目标就系30%，30%，起码30%基督徒一齐去进发。我哋都好高兴啦，喺呢个嘅旅程里边，我哋结出咗即系初熟嘅果子，就系爱基金美都协会成立咗。咁我哋期望透过呢个协会，同爱基金一齐，同呢边嘅众教会一齐，继续嘅将福音嘅火把举起，将福音嘅烽火继续传落去。其实喺度学紧主耶稣咁样行遍各城各乡，去到会堂里边啊，喺个人嘅布道啊，团契里边啊。嚟分享主嘅话，将爱基金嘅意象传俾美都嘅教会弟兄姊妹。只会慢慢一路做嘅时候咧，佢系摸到另外一条路，就话喺布道会开始之前咧，系必须有会培灵嘅训听祈祷会。其实系神真系 call 你哋，无论你哋系亲自去中国嗰边做留守儿童嘅短宣、长宣点样都好，或者喺后边做一啲帮手嘅 support 点样都好，其实系神感动你、推动力，你就坐喺今晚呢个位置，你就听我哋分享。神其实赐下咗好好嘅桥梁咧，就系、是、华人子女嘅第二代，去建造佢哋、装备佢哋，将即系呢个嘅属灵生命啊，跟随主咧做真门徒啊，付真代价。做呢个基督精兵、基督大事嘅呢种嘅生命咧，系传俾佢哋。我都觉得好难过，因为系好似一个洪流咁样样，魔鬼已经攞咗我哋嘅国家。咁我都系咪真系会落咧？但只要你嚟分享嘅时候，你话你哋系金灯台，你个火唔可以熄。当有咁嘅 conviction 嘅时候，我哋个心就安慰同埋安天。呢一场系属于嘅真挚。我哋絕對冇一個人可以單打獨鬥，我哋需要在座眾教牧同工，你哋全力一嚟到去為呢件事工作。Thank you.